饭汤什么口味？原味啊。原味是不加粉啊。啊，对。好，这样55块。要稍等一下哈，后面有要点吗？要提袋吗？你再稍等一下哦。要袋子吗？提袋要吗？后面稍等一下哦，我知道，我看到，谢谢。
要等一下，马上煮。两分钟，大概两分钟。这两分钟就起来了，我看你手上有没有那个。好。我先给你。这个是什么？66号，两个圆，两个椒盐，两个椒盐哦。